修子因累世习气所熏，然则已深，故虽能明白克己去妄之规矩，但人因难免旧病复发，克制不住妄念，恶习之暴露。故修道人要改过忏悔之功夫也。改过忏悔，乃断除旧有习气之利刃，故孔门有醒身自诵之言。而佛家之常觉，道之常照，皆是修止断除旧习妄念之明训。旧习不除，心污不去，则光明心地便如云雾之腾蔽。故凡修内果结人者，必须借改过来，断除一切烦恼习气，不为一事一物所牵引障蔽。事物本不能蔽我之心，皆因此心思之省察观照而自蔽。故凡起心动念，省察功夫不可少也。至高至大之心理，本乃世人之通病。修止于修道过程，心中常生似是而非之念。我虽比不上古圣先贤之典范，但德性较之孰子高超，庶可无愧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以此自满而不生求精傲。